这咖啡口味啊，好吃吗？甜不甜？会很甜吗？就是咖啡的味道。哇，好棒啊！你手上吃的是什么味道？香草。香草的味道。哇。能不能请我吃一口？可以，给你吧。嗯。好吃吗？好，爸爸去拍一个。第二次吃哈。第一次吃是在雪乡。雪乡哈。那时候我在那边吃的是草莓牛奶的味道。哇，今天又吃又不同的口味。这边是哈尔滨的卡迪尔冰棍。香草跟咖啡哦，好棒呢。它只有这两个口味。好多人在买哦。看。排队了。真的。多少钱一只？5元人民币。一直很多人在排队在买哦。嗯。现在吃完全不用，快，很快吃怕融。现在完全不用怕它融，因为它现在天气很冷，所以完全不会融。对。嗯，赶紧吃多几口。好冰啊！拜拜。